痛，很痛，我要死了。我有公司了啊！阿雅 Creator Studio 啊，这个是我的第三个 SSM 注册公司。我的第一间是一间舞蹈学院，炸掉了。第二间呢是卖 burger 的，因为以前我有去卖 burger 啊。Ramly burger 啊 ，Ramly burger， 对，我在路边卖 Ramly burger。你靠近后脑卖？没有网络了这几天了，真的是有一点难过了。不过呢，昨天晚上。我特别早睡，我梦到谁你懂吗？我梦到信誓旦旦，我梦到他，我在他房间里面看住他 edit 影片。现在没有网络的时候，我们拍 content 是要计划的，写下来，不然会忘记。哇哇呀呀呀呀！哇哇！呵呵呵呵！哇呀呀呀！丢筷子，好像不是这个筷哦。要怪我哈，打错字已经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我写错字更正常。今天三号我们要做什么？钻木起火。那时候我们去野外求生的时候啊，有烟啊！你们以为我起不到咩？是因为刚好潮湿嘛，它湿了嘛，算了啦。我今天一定要起到火。哦，现在哦，那个商家要来找我。然后呢，我就叫那个靓仔 Steve 下去把他带上来，然后我要吓他。哦，这些商家来找我，就真的是给我做告了。这一集一出了过后呢，相信有很多商家不敢再找我了，因为全部都怕被我做告，我要吓告他。然后他一进来，我就 Welcome back to my vlog 。飞起来比较有效，重来一次。不用演的，是有吓到就有吓到。哦，马赛克，因为他没有穿裤子。是真的。我很硬发硬。很忙的啊，先谈完公事，然后我们等一下就要去那个钻木取火。那吉利，你要吗？可以啊。哎，这个猫可以煮来吃吗？好了，做了一点善事，我们去做坏事哦。这里呢，就是那天我们做西面手的那个地方，那亭就在那边。已经完成了，我们在这边钻木取火，会不会被人家抓？我也是这样觉得。你要先摩擦，让它有一点点温度先。2 hours later。哇老哎，哇，哎，真的可以嘞！快点起火！哎，看到吗？看到吗？有吗？拍得到吗？拍得到吗？有。有！哇！快点！怎样游过去？有了，火出来了，哇，来呀，哦耶，baby，
我要学那个信誓旦旦唱 I got fire I got food 我们有鸡蛋我们有鸡我突然觉得很开心耶，妈骑一个火骑两三个小时，我真的不懂那个鸡蛋要弄几久耶。啊，我们不管了。哇，好像可以哦。哇，我的鸡蛋爆了耶。哪里？哇，鸡蛋焦了。哇，我的鸡蛋。OK， 这是我们的鸡蛋。我们这种是肮脏吃肮脏大的吗？肮脏吃肮脏大，不干不净吃了没病。隐隐约约看这样子有点像茶叶蛋耶。是啊。两个礼拜没有吃东西你越讲越久太好吃了鸡蛋很香哦，真的很香耶我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子做高自己呢买一个鸡蛋吃就好了吗野外求生你是睡不醒了这种真的是命太好的人哦，都才会做这种事情再讲你要信誓旦旦来最后一个了 last 哇做 YouTuber 真的是很疯狂的事是你看到那个清洁工人啊，清洁工人那边这两条破盖在做什么还是在看我们从巴西顿拿食物上来吃你知道为什么我一直都找不到摄影师就是因为不管我做我都要跟住做不要跟住我做就被炒掉了只有这个傻逼了解了解了解、啊、明年颁一个最佳员工奖给你好好好哎，好像也只有一个员工对也只有一个员工哇你看哇哇它的肉够够美味的感觉我很想把它的皮也吃下去但是又不可以了是啊太肮脏了哇好吃哇好吃耶这么味道好吃啊因为是辛苦钻木取火得来的因为我饿了两个礼拜你可以整块咬下去、啊、哇一点都不油腻真的太好吃了你要讲那句日本话哎，你要讲伊达达基玛斯，你不是日本厨师哎、欸？我跟你讲，おいしい。伊达达基玛斯，おいしいね。不是気持ちね。やめてやめて。第三天的感言就是，我真的不懂现在外面的网络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不要跟我讲，你不要跟我讲，我也不知道外面的人讲了什么东西。I don't care， 因为 I don't give up。See you in the next vlog. Bye bye. Let's go, let's go. 我在这样的国家穿着 hoodies， 因为那是我的 style。我不会因为天气转变改变我的形象，我的骄傲。Yo, it's hot in